开皮之后里面全是这种小虫虫，是活的，超级恶心，是蛋白外面爬的，然后壳的里面，我现在看见鸡蛋我都有阴影。你说如果是死的话，那确实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它是活的，这个鸡蛋它三天一换，就是每天全部加热，早上加热，晚上加热。现在那个市场家已经三四个人，店里里里外外全部检查了一遍，都没发现。